歡迎收睇石 Sir 手記。石 Sir， 係即係特朗普當選咗之後咧，美股啊升到叭叭聲啦。嗯，我一度以為咦港股都應該跟喎，唔知又唔係喎，美股升就港股唔跟就跌喎。嗯，點睇咧石 Sir？ 唔關事，人哋做總統關你咩事啊嘛？你睇下我個頭同你個頭，係你頭髮咁多，我頭髮咁少，係。咁你頭髮多關我頭髮少乜鬼事啫？哦，咁樣樣係咪？嗯，即係你個頭還你個頭，我個頭還我個頭，係係咪？各有其山頭。嗯，哦，即係美股就算升到叭叭聲，每人入邊嘅時之中，只係有一樣嘢係，因為大家唔同嘅，你嘅血氣同我嘅血氣係唔同。我血氣好差嘅，我一定差過你。哦，咁樣係係咪？嗯，嗱，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而家即係點咧？就係第一件事。我和你呢現在即在這間房間呼吸同一種空氣，是若然這種空氣是有毒氣呢，我和你齊齊瓜，是是不是、嗯、說這種空氣呢是很有高氧量的，我和你齊齊都好、嗯、但是你的血和我的血是兩個閘開的，是所以很多時候很多人就說啊這個國內股票升啊，是國內股票升是可以帶動香港股票升、嗯、因為我有很多的是 H 股和 A 股是有關係的、嗯、OK， 我們和中國經濟也比較關係，和美國呢我們唯一只可以就是當如果 macro 大圍的經濟、嗯、即是空氣是大家的息口問題匯率的問題是而有相通的呢，我們才有影響、嗯、這樣的匯價、哦、喂和香港的地產股，嗯，是他們那個賣不賣到樓，嗯，是有鬼關係啊，是是嗎？所以經常你經常講來講去什麼東西，就是說、啊、如果大陸環境不好，資金流出或者流入，嗯，那就會影響到，是、嗯、那只是這個是指整體大衞，即是對個別股票來說沒有問題的。現在我只是想問一件事，嗯、美国股票有哪一只好像腾讯那样第三季赚 45% 赚多了、嗯、没有是不过腾讯之前那天被人做低了世界呢是做了几天了是不是是当然那些人就说啊你现在游戏不行啊那你找了中计咯、嗯、是嗱，唔好等人啊，遲少少啊！騰訊即係升咗高上去之後咧，你要知道嗱，我而家唔可以講你係咪真係中計。係係係。若然如果騰訊之後第四季、嗯、見出新高位嘅話、嗯，你要知道你之前呢幾日你俾人砌低落嚟，包括埋架恆指俾人拖低落嚟，係你係俾人哋係奸人所害。係，跟住又聽到哎呀，穿二百都冇買，真係抌心啦嗰啲噶啦。咪係咯。係。咪咁咯。嗯。係咪啊？咁。你一定要看一件事，那個就是那個股市自己本身他們的賺錢能力，即當然每隻股票啦、嗯、他們的賺錢能力是一隻都賺到錢的話跌什麼鬼、嗯、同樣很多人就說啊辣椒啦，那於是呢就所有就那些這樣的時鐘就交投會少了啦，什麼、嗯、是交投少了，不唔好唔記得呢、這個二手交投少咗，我哋上市公司嗰啲咧係一手嘅，係佢話鬼知辣椒啊，嗯、我就減價 15%， 因為我頂咗你嗰個辣椒嗰個 15% 税，係成本上升喎，但係我賺咗我賺少 15%， 我都有生意做去到貨，嗯，都去到貨，我都仲有賺啊嘛，如果我唔係貼埋嗰 15% 嘅話，我可能賺50% 利潤噶嘛，嗯，即係我貼咗 15% 之後，有時我就只係賺 35% 利潤啫嘛，嗯，都有 35% 啊，即係我只係咁講啫，講合啫嚇，唔、一定嘅嚇。嗱、啊，你去到一個咩咧？到啲人冇人夠膽投地啦。哦，咁我就話俾你知啦。嗯，唔會啊，回得風又高，價得地啦，係咪啊？係，好簡單，中國人兩句説話講曬所有嘅嘢，商業世界係。殺頭生意有人做，嗯，賠錢生意無人幹，係，總之有錢賺，話知你有錢賺，成個話知你死咗佢，嗯，係，我會伸條頸出去嘅，咁樣，冇，係，係咪啊？嗯，冇錢賺，嗯，拜拜，係，譬如有隻馬，
佢得兩隻腳嘅。哦，你買唔買啊？哦，誒、欸，小賭小賭，係咪嚇？咁咪講完咯。哦，咁即係有隻馬，嗯，有六隻腳嘅，你買唔買？我諗快。係，買啊！凡馬都有六隻腳噶啦。係咩 ？OK OK。凡馬都六隻腳，三個頭噶嘛。係，係咪？嗯。嚇？呢啲係怪物嚟㗎。係。不過係怪物先會贏出咯。咁樣樣。嗯。係嘛？係。嚇！所以好簡單。咁如果睇翻市咁樣樣。啊！睇翻個市啊。嗯。好啦，好簡單啫。而家呢位咁點睇咧？咁呢個嘢嘅時鐘嚟到呢度，咁咚一聲跌咗落嚟嘅。嗯。咁呢日點解會咁跌咗落嚟咧？咪就係話特朗普會當選，特朗普會當選啊嘛，從一聲佢升翻上去啊嘛。係嗱，咁而家呢度問題就喺呢條，我哋需唔需要跌穿呢個位咧？哦，呢個最低位係呢個最低位咧，就係21957。嗯，使唔使跌穿呢個位先確認咗再跌咧？我覺得唔係咯。哦，其實嗰日收市收呢個位啊嘛，係收喺22415啊嘛。嗯，所以凡喺22415之上嘅。就 OK 咯，呢個位收市位22415啊嘛，係嗱，咁呢度呢個位咧，呢個位呢日咧就收起22280啊嘛，哎呀，係呢個位咧，今日咧就係起22319嘛，到而家嚇，到而家，我唔知道拉尾點啊，嗯，所以呢個位嘅收市位22415係好重要咯，係睇呢個位。嗯，我唔係睇呢個位噶，睇呢個位。係、哦，因為點解？我哋所有嘅技術指標，好對唔住，嗯，好大部分係都係以個收市價嚟計算噶嘛。哦，唔係以只腳嚟睇嘅。唔係以只腳咩？以只腳嘅咧，只係只 DMI 啫嘛。嗯，所以好多人睇技術指標，你都唔睇下。咁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其實呢個已經係跌穿曬呢一個位。嗯，哦。咁問題跌穿曬呢個位之後咧，係咪咁重要咧？咁若然佢真係咁跌穿咗嘅話，好簡單啦，你快啲死俾我睇啦！嗯，你好似牽蝦又死唔斷氣，死唔斷氣有樣嘢就係你再唔穿呢啲位咧，你就可以彈聲就嚟翻呢啲位。哇！哇！唔覺意彈翻上呢度嘅話，啲人又啊，我睇25000噶啦。嗯，點解佢咁情況睇咧？就係、是、你深港通，如果係21號嚟啦嘛。哦，今日17啦噃。是不是啊？是21號嚟啊嘛，話話啊，好似未知啊。佢21號依家好似又再全線市啊嘛。係係。啊，如果若然係咁嘅話，咁你知道 it is coming。嗯。嗱，點解好多人仲係睇呢個深港通睇唔通咧？睇唔通。嗯，真係睇唔通。點解咧？點解會有個滬港通？嗯。好多人就話滬港通冇嘢啊。嗯。不過唔好唔記得，冇滬港通啊！你能夠有一日有5-600億、2-700億嘅成交咩？係咪翻到以前400億咯？嗯，係咪啊？好啊，加埋深港通嘅話，到時有700億、800億成交。係，咁將佢點樣咧？嗯，多你咪多啲買賣啊！仲有一樣嘢，好多人睇唔通一點，深港通嘅問題就係話。滬港通嗰陣時做嘅時鐘，阿爺未係好確實人民幣要全線走出嚟嘅。嗯，而家真正要走出嚟。係。走出嚟咧就去投資。嗯。咁而家咧好多時去投資嘅話咧，有樣嘢，哦，就要將人民幣國際化。係。之但咧，你唔好再要走資。哦，投資唔好走資。投資唔係走資。嗯。投資意思咧，賺咗錢咧係翻翻嚟嘅。係。啱嘛、嗯？所以越賺咧，將會越多嘅。係，即係好似咁樣，呢、這個 Apple 佢賺咗錢，佢唔會攞嚟派街坊咧。唔會。佢係梗係攞翻嚟美國噶嘛，最終都係益咗美國人噶嘛，益咗美國經濟啊嘛。所以呢個咪越嚟越多咯。嗯。咁你話現在唔係喎，啲資金都係會走出嚟喎。啱，咪走咯，冇法子嘅。係。呢、這個所有新興市場嘅國家。嗯。邊個有錢佬唔係唔走資咧？係，全世界都走資噶啦。嗯，係。包括美國佬走資噶啦。係。唔係點會有瑞士嘅 private banking 啫？嗯。你話瑞士嘅 private banking 入邊嗰啲咁嘅避税天堂入邊，
是美國人的財富多，定係中國佬的財富多啊？哦，係。以今時計，係係咪啊？係。所以你以前好早時啲人都係走資㗎，不過點解你唔覺得有咩嘢呢？因為美金真係個體系龐大，你唔感覺到有咩嘢。咁人民咪走資時，你好似啲喺1970年代、80年代，所有好多中國人走咗去美國外邊讀書啊、移民。鄧小平講嗰句嘢好簡單嘅，佢話：只要當時中國經濟好，西方你唔翻嚟咩？當然佢唔係講西方你唔翻嚟，佢話當時中國好嘅話，你哋就會翻嚟噶啦。係啊，係嘛？咁翻嚟係有幾樣嘢啊嘛。第一，你至少翻嚟打工。第二，你俾人呢個翻國佬行請咗你翻去入邊打工。第三就係點樣咧？你喺嗰邊做嘢，而同中國方面。你有發生貿易關係咩咯？你都係嗰度打工，所以你揾到同樣喺深港通入邊，將會點樣咧？嗱，現在呢個可以立此存照。好，將會他日啊，係國內有啲股票係嚟香港上市，一定唔係美國。係點解啊？美國監管條例咁鬼嚴。阿里巴巴俾佢結結夾夾，夾到好多人都翻翻嚟啦。我嚟香港係咪好啲先？只要唔需要太作奸犯科，啊唔係對唔住，只要唔作奸犯科，係咪啊？你就根本就冇事。咁喺美國就係你唔作奸犯科，人都會當你有事，實查你嘅。嚴啲，係咪啊？即係對你特別關照。咁我係咪嚟呢度好啲咧？咁你話？咦，到時香港邊有咁多資金嚟啊？傻啦！索羅斯嚟咗未啊？嚟緊啦，咪嚟咗啦！炒轉好多鋪添啦，係咪啊？咁只要你嚟啲公司係好嘅話，啊你話啊佢到時又會沽啊咩？香港頂唔蒲咩？係。我哋見過啦，頂得蒲嘅。咁嗰陣時香港嘅成交金額會有幾多咧？點解阿爺會好中意喺香港呢邊過嚟依個買嘢？一嚟咗之後，起要個中國人買咗個股票咧，佢會翻翻去，經過佢嘅渠道翻翻去噶嘛。咁當然啦，有啲你要使錢要剩嗰啲，你就唔好搞。即係唔係咁多中國人13亿人都使錢噶嘛？佢如果像係一個正常嘅投資嘅話，就好似我香港好多人大家各位咁正常投資嘅話，你咪使錢啦，唔係噶，啲錢啊嚟嚟去都留翻喺香港噶。係嘛？咁所以你將會揾得到咧，就會起期二，唔係話一個月、兩個月、10个月，而係期二2年、3年、10年嘅話，個成交金額係，你認為將會點樣咧？穩步上揚啦。所以我一路咁樣講話，港交所可以見300蚊，以至500蚊。嗱，我講300蚊先啫。見過啦，嚇500蚊咧就好似癲癲地，咁啊當時到時只要即係香港個每日成交金額1400亿嘅話，就已經一定有300至500亿噶啦，如果有1400亿一日嘅話，300亿就撞硬啦，300蚊撞硬，咁啊唔覺意炒下就係去500蚊嘅啫，咁有冇問題啊？咁你睇睇最近即係港交所碌唔碌落嚟啊？所以。200邊係咩？因為最緊要一樣嘢，港交所係唔可以加印股票噶嘛。係。你乜得 supply？ 係，得咁多就得咁多。係咪啊？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好多人會有樣嘢啊，等等。你要睇下點解嗰只股票唔跌，你要知道個市跌唔跌。係。Simple。哦。你唔好睇下。即係其他外邊啲證券交易所咁啲咁嘅股價，點解我哋咁殘呢？係，因為我真係估唔到你個成交第時會點樣增加喎。香港呢度如果只要咁做嘅話，真真正正係一開波咗之後，有啲人就話啊，一升咗上去之後沽啊，得咪入去做咯，冇乜所謂嘅。琴日你沽咗，今日你買翻，你都有錢賺噶。有。係啊，咁所以呢個過程咪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好啊，翻嚟睇翻呢個恆生指數。好啊，咁嚟到呢度嘅位咧，時雙啊，冇簡單啦。咁到時咧一定要升翻上
232先啦，升翻上232嘅話，上面大家有齊齊啊，依個238啦，240啦，250啦，係唔多嘅。好啦，咁啊，國企指數，國企指數又幾好喎、啊。嗱，好過恆指喎、啊，國企跟 A 股啊嘛。嗱，呢度咧最低位咧係9378。呢個位置最低啦，就9342。这个位置又低位了，9362，今天是9412。若然如果今天是收起9412的话，其实这个收市位是高过这个位置。是。那你不要看啊，这些位置弹下来的话都没有去到这个脚啊。恒指就差一点而已。为什么？因为恒指挨了几嘛，很多人以为那些地产股会受压嘛。再想清楚，再讲一次。是二手的還是一手受壓先？是吧？好，上證指數這樣啦，深圳指數這樣啦，Dow Jones，這樣喔，這樣啊，哦，這樣啊，是，哦，即是沒得再這樣啦，這樣啦，是吧？好，美匯指數，升了上來這麼多，好了。而家你見到佢一路縮骨啦，係咪啊？咪咁上下咯。好啊，日 K 嗱升咗上嚟咁多，縮骨啦，係咪啊？好啊，美元對日元嚟到呢度之後，喂，呢啲叫咩話？咩升話？十字星啊？唔係兜巴星咩？唔係。對唔住，話俾你知，真係兜巴星啊！十字星真係兜巴星嚟，係嚇，整多三粒十字星俾你嘆啊嗱！咁嘅嘢話，係咪啊？係，因為第三粒如果落嚟嘅話，一定係低過呢一粒嘅。咁將佢三粒升嘅時候，仲係兜巴星，係係咪啊？你睇下啲美元仲咁繼續強落去，如果你話、美元已經係。縮緊骨啦嘛！哦，咁樣樣啊，咁啲嘢又你又縮緊骨啦嘛。咁呢度嘅時候，呢度咁樣時就咁樣咯。係。記住咧，有陣時咧，十字星係一個底嘅十字星係上升嘅。頂頭嘅十字星係真係吉星，係空星嚟嘅。所以就咁啦。哦，好，阿 Sir。即特朗普就一月先上任啦，但係呢樣已經大家都話啲特朗普效應已經喺度影響緊全球嘅市場咯噃。冇咩問題嘅，你話影唔影響全球市場嘅時，始終咁啊，即第一次你信唔信特朗普嘅啫？哦，係咪？係美國選民，蠢啫，香港投資者唔好咁蠢啦。哦，咁樣樣啊？即係佢講啲嘢都係聽住先。唔係佢講啲嘢冇乜嘢，而係我成日講政客嘅嘢，你信嘅咩？係。你信嘅咩？政客嘅嘢。好多都開始反口嘅咯，已經。佢又唔係反口，佢只係講你嗰陣時聽得唔清楚啫。係咩？我入邊有啲嘢咁講咗，講咗，我成日都係咁講噶。係。我話俾你知。港交所是會見呢個300蚊見500蚊，冇講幾時啊？如果佢嘅成交有1400億嗰陣時，咁由於成交冇1400億住啊嘛，心無影唔見咯，做咩啫？啲人咪聽你頭嗰句啫嘛，係咪啊？你聽漏咗啊嘛，關我鬼事啊？係，特朗普都係噶。哦，係咩？係咪啊？你話俾你知都係咁樣噶。哦 ，OK。咁即係佢講嗰啲而家嗰啲所謂特朗普效應。其實短暫嘢嚟嘅啫喎，咁又唔係短暫嘢嘅，咁美國選民即係發窮惡，咁以為特朗普又帶俾佢財富，會揾翻份工俾佢，係，原來唔係嘅，咁啊唔係，冇咁多啫，係可以有份工嘅，你不嬲而家都有份工噶啦，不奧巴馬俾你噶嘛，係。係咪啊？我冇依起奧巴馬份工俾你攞走你份工啊！你繼續打你份工咪即係等於我俾你份工咯。係，係咪啊？咁樣樣就係咁啫嘛。哦，係嘛？但係咁所以呢個過程入邊好簡單。哦，但係見到啲人啲息啊、啲債啊、啲全部都好對嘅。息同埋息咧係升咗上去嘅。因為第一件事要反應噶嘛呢樣嘢。係。不過
冇特朗普喺度，啲息唔升嘅咩？冇咁犀利咯。美國聯儲方儲備局唔係講話要升息嘅咩？係。係咪啊？你認為會升得咁犀利嘅時鐘，咁係點解咧？嗯，係。係好多樣嘢噶嘛，唔係一定真係特朗普效應噶嘛。哦，即係就算係咪佢都可能會升嘅喎。個升一定會升㗎。嗯。咁佢而家升咗，但係升咗呢個大約半厘到息啫嘛。嗯。如果冇呢個特朗普效應，聯邦儲備局都要升呢個四分之一厘啦。係。咁你特朗普效應咪升多四分之一厘咯？哦。即係都有嘅，不過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犀利。唔係想象咁多。咁係咪會真正會升好多好多好多？睇你真正到時點做啦。嗯，係。啊，咁而家到時我覺得，即係以下講嗰啲咧，大家可以唔使睇噶啦。嚇？點解咧？咁犀利？講完啦已經係嘛？講完啦。哦。第一，佢反口覆舌。係。係嘛？嗯。咁現在所講嘅嘢咧，就估佢喺競選時期所講嘅嘢。嗯。咁你用佢競選時期講嘅嘢咧，佢只係呃美國的選民嘅啫。嗯，係。咁美國人俾佢呃咗，咁你唔好再反應啦。哦，係啊。咁你真正到佢點樣？1月20日佢做咗上嚟之後，嗯，睇佢做啦。哦，中國佬成日講句就係聽其言觀其行。嗯，係。係嘛？呢個齋 talking 嘅啫嘛，可以。哦，係。係嘛？嗯。咁到時之中咁，你而家揾得到，大家又少睇到一樣嘢㗎。哦。特朗普嗰啲大客 fans 係已經開始喺度話：，喂，特朗普，嗯，你呃我哋喎、啊，哦，係咩？已經有咁樣講啦，已經都未上任就呃你哋，係啊，係，因為點解？因為你開始修正緊啲嘢啊嘛，係，原來話我然聽錯咗啊嘛，嗯，係，哦，醫保我都其實贊成嘅，冇、啊，其中有樣嘢講美國笑話就話。特朗普話：我將所有墨西哥人咧，即係擁翻佢墨西哥。嗯。咁跟住有顧問就話：唔得喎，阿 Sir。嗯。擁曬佢翻嚟之後，冇人同你起同起埲牆喎。哦。墨西哥冇咁埲牆，我哋唔會起嘅，咪墨西哥都起嘅啫。係，嗰邊起啦。啊，嗰邊梗係唔會同你起啦。係。係咪啊？嗯。咁所以點做啊？咁你可以請翻曬呢啲咁嘅墨西哥 illegal immigrant 啦，不過咧就話嗱，不過你一定喺墨西哥嗰邊做啊。嗯，係就咁樣。嚇喺墨西哥嗰邊嗰棟牆喺嗰邊起過嚟。係。我俾錢你，你喺嗰邊起過嚟。嗯，係。嚇、啊，咁墨西哥政府喎，咁冇問題嘅。你係租用咗我土地啫嘛。係。係咪？嗯，咪咁咯。哦，咁即係呢個叫特朗普效應，其實或者佢可以叫啊，叫啲墨西哥嘅人嘅啫。嗱，你喺嗰邊，嗯，掟啲磚過嚟。啱啱好起到埲牆，係啦，美國嘅土地呢邊，嗯，啊，就係咁啦。好，咁都睇下先啦，阿 Sir。好啊，得。嗱呢啲唔使啦，主張減税啊，擴大基建乜樣嘢，呢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啦。係。特朗普呢條推進財政刺激市場，連追捧金融股同埋呢個工業股。咁啊，仲有就係生產無疑，即係依種海外市場方面股就拋售，咁呢個又唔使理佢啦，係咪啊？咁啊，再跟住呢個美元走勢圖，咁係啊，咁啊整整上嚟之後，咁我已經話俾你知啦。嗯，起到呢度咪暫時頂住先咯。哦，係嘛？到你真正加息先啦。好啊，美國十年債息咪由1.8厘升到去2.3厘到咯。嗯，咁有冇用咧？冇用咯。哦，冇用㗎。係。嗱，點解會冇用咧？因為現代、現在或者現代所有的匯率的對沖的成本一年大約 2.5%、嗯、我當我現在收的息是零厘，你現在呢都是 2.3、嗯、我如果真的買你美國國債而又要去對沖匯率風險的話呢，我是還蝕緊0.3厘給你、嗯，是，所以你一定息口要升上點咧？升上去三厘。嗯。升上三厘咧，咁我如果我喺自己國家度買我嘅係債券係零息嘅話，例如日本資金咁樣。嗯。咁我過嚟呢邊嘅時之中咧，我再跟住對沖咗2.5%嘅匯率風險，咁我就賺息0.5厘。嗯。三年期啲咯，三年期係咪好呢個吸引咧？哇，對唔住喎，
三年期嘅就唔係 2.5 厘咯喎，嚇、又要高啲，又要高啲啦，哎呀，係咪啊？嗯，咁你係咪即係得個吉咧？係，所以一定要點咧？要美國國債升到上三厘半咧，哇，咁就不得了啦！哇 ，yen 咧就一定去呢個110啊、120啊、130嗰邊噶啦。嗯，嚇，如果唔係嘅話，就有個考慮啦。嗯，咁啊，如果係人仔嘅話，人仔除咗話有個匯率嘅貶值嘅可能性。是影響得就咁，匯率貶值可能性都係出現一樣嘢噶。咁佢哋要計條數咯。如果人仔每年貶值係有呢個5%，嗯，咁即係由於人仔嘅息有4% 啊嘛，嗯，係。咁你嗰度咧係有2.2%，嗱，咁就我就會有1% 嘅賺息啦。不過冇對沖匯率風險喎。嗯，係。你唔俾人仔一到7嘅時候。會烏龍擺尾㗎，係，係咪啊？好啦，環球嘅債息咧全面急升，嗯，呢個基本係嘅，因為你如果持咁樣扯高之後，英國一美國去咗之後，其他就會扯過去。哦，跟嘅啫，嗯。嗱，其實最急升係咩嘢咧？就係、是、如果真真正正特朗普佢真係宣布，我要去到做。俾啲海外嘅20,000亿嘅美國資金抽翻翻嚟，嗯，只係俾 10% 嘅利潤，即係俾息口你翻翻嚟，咁樣咧，全球就會少咗20,000亿美元，係嘅所謂嘅流動資金，嗯，嗱嗰陣時息升就升得好勁，係會唔會咁情況咧？起碼你要等到1月20日之後先啦，係，仲要等等之後嘅時鐘。是这个什么是真正他真的通过了是 10% 是利息。而跟着这些这样的是即是企业又肯定把钱拿回来先。嗯。这个不是没有机会的是可以有机会。怎么都可以有机会的。所以同业拆息是会抽升的。哦。我觉得环球的是同业拆息是会抽升。嗯。如果真的是这个就是 Prime 了。咁當然咧，所有當時到一手樓供樓嗰時咧，佢 prime 係會升咗上去。嗯，呢個就要留意啦。係，好啦，咁啊，債王咧想話，市場第一步可以快速推升升嘅市場咧降温啦。美股料就非常波動。特朗普冇出魔術棒，可以令美國經濟快速改善。華府正啊推出衰市，細節成效有待觀望。咁樣等一樣嘢。好啦，跟住咧。Bridgewater 呢個咧就話，通脹債息可能已經長期就低位啦，不嬲都知道噶啦，1.3、1.5嘅呢個十年國債梗係低位啦。嗯。但我只表示咧，今年美國正邁向類似列根時嘅正確方向，錯咯。哦。唔係一定嘅，慢慢再講啦，以後。係。啊，新時代咧就係全球化減少，係咪真係減得咁多咧？咁我哋係咪？蘋果唔買 iPhone 啊，全世界淨係攞喺美國賣啊，嗯，梗係唔會啦。預期呢個儲股嘅加快，呢個收緊政策，加上政府推進啲財政刺激措施同企業税改，美股因為較海外會較為長期得益。OK， 你税制改革係得，刺激會得。即係而家美國股票有幾多係服務於美國人自己嘅經濟，有幾多服務於海外經濟咧？嗯。如果海外經濟不好的話，你那些這樣股票怎會有到得益呢？嗯，所以我看到最近有一件事的是Dow Jones升得比較多，嗯，本土東西 S&P 是升得比較少，嗯， S&P 很多國際東西嘛，是 Nasdaq 又升得比較少，以致滾了下來，嗯， Nasdaq 這些科技東西一定環球的嘛，是你昨天的本土東西去火星有火星人買你，你買不買啊？買不到，因為你賣本土嘢嘛。係。我話德銀就話美股升市，你會明至明年。我估到㗎，係㗎。哦。嗯。做咩遠啊？未。係。明年3月啊嘛。我3月，我以為1月等佢上任，散貨咁添。唔會，1月之後仲要睇睇嘅。哦。到到呢個100日之後到150日之後到，咁你收工你做唔到咩嘢喎？咁，哇。哇。天都唔係落啲金落嚟嘅。哦。咁又唔掂咯，係咪啊？咁啊，美匯明年或者再升得5%，
咁升到 5% 咪去到105咯。咁強美元會帶嚟風險，咁所以你啲環球啲嘢你又貴咗啦。係咪啊？咁你點買啊？咁啊，呢個通貨再膨脹，咁啊抵消財政政策刺激嘅效力。嗱，又咁啦。Morgan Stanley 咧就話應對特朗普斯咧，即宜沽不宜買。話幾衰啊！遲早俾特朗普合死你，查你。係。環球股市過去七年咧都受到結構性持增持嘅影響，基調咧趨咗惡化，債息急升亦可能損害咗股值。咁投資應該趁升市離場。咁啊，新興市場一受走資衝擊，嗱呢個係好重要嘅。特別即係我哋而家要講嘅就話，如果真正嗰20,000亿等起啲公司等起海外嘅資金真係走嘅話，呢、這個真係影響好大嘅。係。咁啊 ，Wells Capital 就話，美元走強先係市場面臨最大嘅衝擊。喂，大佬，你美國佬啫嘛，關個鬼事？嚇、哦，係咪啊？嗯。美國佬呢啲嘢貴得滯，咪賣唔出咯。儲局即使加息，你追唔上通脹升溫嘅速度，唔會嘅。儲局咪加快啲咯。貨幣政策仍然落後，於是不利於美元。你嗰頭又話依個係美元走強，嗰頭又不利美元，咁你講乜啫？係係咪啊？投資者現時應該趁高咧，就放售金融股，買入國際與新興市場。喂，你又話俾我知，特朗普反全球化喎。咁你而家又叫我買入國際同埋新興市場資產？嗯。哇！真係三個睇完之後，你都唔知點做。富達咧就話債息急升咧並無足夠理由支持，特朗普會否全盤落實個減税擴展開支咧？能唔能一再成疑問？市場一邊相似睇到另一邊，冇考慮到依個政策嘅挑戰啊！好似我正在咁啦。喂，起墨西哥圍牆，用澳洲使依個墨西哥非法移民，你冇人同你起咁牆喎，咁樣係嘛？講過啦，咁啊，儲局承諾會緩慢加息，共和黨國會傳統啊討厭呢個預算赤字嘅，哇！咁你而家呢個你又會有呢個預算赤字喎，即是特朗普嘅預算赤字喎。海外投資者低級美債三個因素都係使我知呢個係債息嘅升勢。咁會唔會咁咧？咩叫共和黨傳統討厭預算赤字啫？列根時期嗰、那個赤字。佢八年在位嗰、那個赤字係等於於列根之前所有總統加埋嘅赤字。嗯，列根係共和黨人嚟嘅，所以有討厭啦。唔好成日咁講話討厭預算赤字，係好唔好啊？嗯，所以呢點入邊講一樣嘢啫，我而家都唔知道啲大行講緊乜。哦，咁不如係咪睇下石 Sir 講咩？我覺得我會講乜？係我冇乜嘢講。哦。我一早已經話俾你知，下面啲嘢正話講嗰啲嘢唔使聽噶嘛。Okay. 我一早呢度已經講，點解？等你1月20日之後，你做啦。到現在嚟講，特朗普組織嘅團隊都未組織完。係。阿乜水做乜你都唔知道。係。係咪啊？你知道阿乜水做乜之後，你跟住咧要睇睇阿乜水咧，佢後面嘅主張係乜乜。你先知道噶嘛。係。係嘛？嚇！你揾到個依個係生翻。嗱，唔係紅番啊，紅番有侮辱性字眼啦。我講生番，即係野蠻人。係就嚟到做依個國防部長嘅話，梗係喊打噶啦。係你揾到個楊姑姑嚟到做國防部長嘅話，梗係嚇喊和平噶啦。係咁呢個哦，我點知啫？係特朗普嘅人點樣咧？好簡單。嗯，特朗普13岁。就俾佢阿媽阿爸掟咗去係紐約嘅軍事學院。原因係13岁，即係今時嘅初一。原因脾氣太暴躁。哦。要揾暴躁嚟操掂佢。係。操完都冇用啊。可能好咗噶啦。係，可能係好咗。如果唔係嘅話，仲可能仲死。係。咁你咪睇到呢樣嘢咯。係。係咪啊？咁如果一個脾氣暴躁嘅人，係咪真正可以聽得到忠言呢？每所有講緊所謂忠言嘅意義嘅話，都係左入右出啦。唔係啊。哦。You are fire。You are fire。係。都仲未講 you are beheaded。係。係咪啊？
咁所以到時嘅話咧，你揾到一樣嘢，特朗普如果做完佢嗰個人，都係同佢嗰啲咁脾氣暴躁嘅人，或者都係咁嘅情況嘅話，咁我真係唔知道。我只係講一樣嘢，係 God bless America。喂，唔似啊，仲要 bless 埋我哋啊？啊，唔使喎。係咩？真正唔使喎。嗯。一個弱雞嘅美國咧，係你放心喎、哦。到時咧，中國佬、俄羅斯佬同歐洲都會上嚟就係、是。哦 ，forget about it。係。我哋三分天下。嗯，係。係嘛？冇咗個。嗯，冇咗個勁敵啊！就係咁啊！哦，因為係好簡單嘅，你都係三億人啫嘛。嗯，講實，你都係三億人啫。OK， 係。咁如果咁啦，所謂啲特朗普效應下啲息啊嗰啲嘢，嚟緊都仲會。我覺得息已經升完啦。哦，冇噶啦。冇啦，開始等依個真的要等慢慢佢即係組成一班子啊。嗯。跟住要睇依個嘅係一月二十之後啊，咁樣應該係十二月唔知七號啊定十幾號嗰陣時，美國聯邦儲局如果佢加息嘅話，十四好似加息嘅話，咁加埋之後嘅市場，咁咪落翻嚟咁啊，即係更加知道息加完啦。係，或者十四號聯邦儲局係咪一定加息咧？喂，唔好認為一定會加。嗯，我嘅買就係唔加。咦？又唔加？嗯，今次又有咩理由啊？冇乜理由啊，因為本來喺今年嘅一月嘅時之中咧，聯邦儲備局嘅係會議後嘅公佈咧，係將一個國際嘅係經濟環境嘅變化，加埋佢考慮喺加唔加息之列入邊呢句説話係刪除咗嘅。係，真係好對唔住。又加翻啦！喺今年九月就加翻。哎呀，係哦，加翻嘅。嗯，咁咩叫國際嘅嘢？你特朗普上咗嚟啊嘛，搞到全天下，係全世界都係黑天鵝。嗯，係以前以為黑天鵝只得一隻嘅啫，通街都係原來。而家通街都係。係。咁我點加？哦，但係冇啊！睇一周圍都好似唔係好特別咁啫。咁點嘅唔特別咧？係新興市場，冚棒都冧緊啊嘛。哦，咁樣係咪啊？咁如果到時真係唔加咧，咁又點咧？嗯，係。因為好簡單噶，阿耶倫話：你都炒硬我噶啦。你話佢唔會嘅，係咪啊？你炒硬我噶啦，你而家留翻我呢度，等我自然流失啫嘛。係。係咪啊？嗯。咁我做咩要加息啫？嗯。你做啊。咁樣老細係嘛？咁你埋單啦、啊。我就做好人啦，係咪啊？係，即係可以得噶嘛。咁跟住之後我就咁，我都話俾你知唔好加嘅咧，加瓜咗啦啦，係咪啊？嗯，係。啊，我阿媽幾辛苦頂住佢唔加，就俾你搞彎曬，俾你搞彎咗。咁樣可以得㗎。嗯，好。好，咁啊，即係大家聽清楚啦。石 Sir 就估十二月唔加息住嘅，再如果世界仲係繼續混亂嘅話，因為喺九月聯邦儲備局嘅會議聲明入邊，係將喺一月所掹走嘅嗰句，當要考慮埋世界經濟嘅係環境，嘅穩定、金融系統嘅穩定性呢句掹走咗，九月再加翻嚟咧。他不會立亂加這句話的嘛，是你要是他就找藉口，或者他都看到聞到一些味道、是不是，是那他可能那時候已經聞到特朗普贏過、是是吧，他贏過、贏的時候真的會反艇的、給定藉口自己先好，就是咯、可能是這樣的，是你不給嗎、係嘛、所以你點解會突然之間嗱呢句説話就好多人都冇乜點去細緻去跟翻做呢、這個一月係冇咗，九月有翻。嗯，係。咁呢個咧，中間始終就係有樣嘢要諗咯。嗯，咦？唔知十二月中之後應該如果有深港通又加息，唔知嚇咁啊？應該大家諗一諗點做啦。啊，好，唔該曬謝 Sir。好。
想重温翻石 Sir 手機內容咧，歡迎到 hket.com 嘅點面區。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